外国校园里的门卫大爷有多牛。这个视频将会刷新你的认知，一群学生在篮球场上做俯卧撑 PK， 而学校的门卫大爷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第一位学生做得好吃力的样子。如果按照段位来划分的话，他大概就是黄金的样子，才做了不到20个，小哥直接两手发软，无法再继续下一个。第二位学生则做得比较轻松，动作也非常标准，并且做了20几个，妥妥的铂金水平。第三位学生速度很快，动作也很到位，然而全程下来他竟然只做了21个，勉强也只能算是铂金水平。接下来是第四位学生，他竟然连第14个都做不了，并且他做得非常吃力，那就勉强算他黄金吧。现在是第五个学生，他做得并不快，但动作却很标准，你猜他是什么水平？ 8 9 10 9 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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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高段位，这边压力直接给到了第六位选手。看他这么吃力的样子，不会是青铜吧？这么认为你就错了。事实上他做了47个名副其实的上等钻石。小哥作为当前最强者，门卫大爷直接上前与其握手，表示对其实力的认可。那么接下来轮到门卫大爷上场，他会是什么水平呢？最终众人给门卫大爷数出来的数据为60个。其实大爷的动作并不标准，尤其是后面那一部分，不过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这样的氛围确实整得挺好。从这个比拼情况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身体素质方面，其实外国人不见得比我们强多少，甚至说不见得比我们强，不知道大家怎么看。